好重要嘅，就係話喺人哋失去至愛嘅時候，你千祈唔好同佢講道理。呢、這個世界有冇人唔死嘅？嗱，個個都死噶嘛，啊，所以佢死係好正常啊嘛。哇，你呢啲真係～亦都唔好講咩節哀順變啊，因為我喺做2007年嘅時候呢本書嘅時候，我接觸幾個人都有同我講，佢話當我失去至愛嘅時候，我最憎人同我講節哀順變，即係佢哋話你又唔係我，點節哀啊？嚇、啊！即係唔好講大道理，甚至係唔使講太多嘢，但係你一定要陪伴、聆聽嗱呢兩樣嘢。其實是很重要，重要過你講任何嘢。你可以一啲嘢都唔講，淨係陪伴同聆聽，呢個已經係一個最大嘅幫助嚟嘅。